合作愉快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喂喂，谈妥了这大生意，去庆功吧。不行啊，好累啊。这个星期六来我家吧，有好东西介绍你。好啊，先喝杯咖啡。嗯，谢谢。喂，又说一个好东西介绍。有，跟我来吧。哇，按摩椅啊。是啊，我新买的。让我先开 APP 连接按摩椅。仙女带的按摩椅结合了智慧型手机的科技，将娱乐融入按摩，按摩性能也更全面，令身心灵都得到多重的感官享受。你想听什么音乐？按摩椅本身的音乐，或者电话里面的歌，看电影也行哦。嚯，这样来首轻松了吧。当智慧型手机和按摩椅的蓝牙系统连接，手机的 APP 除了能提供情境音乐，也提供各种按摩的保健资讯，让我们根据需求做出最适当的按摩选择。结合尖端科技的同时，按摩椅的性能也提升，能按摩到一些比较难达到的部位。哇，这个颈肩按摩啊，真的很到位啊。是手感 3D 颈肩按摩啊。介绍你一个全新的腰部按摩手法，你一定满意。哇，真的按到我最酸痛的下背部位。我们整天坐的时间比站的时间长，坐着的时候下背部位所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。这个按摩功能就是针对紧绷的下背部位而设计，帮助消除疲劳。你呀，平时坐的时候背部应该要完全贴着椅背，减少身体酸痛啊。看来呀，你不只懂得享受，还懂得保健啊。老公，好舒服哦。用气压做全身按摩是不是松弛啊？嗯，不如我们买台回家。我早就这么打算了。谢谢老公。嗯。新一代 OSIN 天王椅 APP 全球首创，结合 iPhone 的尖端科技，令按摩享乐无限延伸。 OSIN